有些人不知道，还以为我们收这些直接卖出去，不是的，人工就在这里。知道为什么这个桶那么重吗？重的不是这个里，而是上面有三个地方都是铁呢。这个拿的就是铁，还有这一条也是铁，底下还有一条，我摘出来看一下有多重。先用这个来剪，把这里剪掉。再剪这边就可以拿出来，剪这里。这样就把它拉出来了，到这里，到这里。干嘛？干的谁？你这三个点，你这三条点，剩下的就是你了。称一下有多重？0.8。